两边都是停车位，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人性化的哈。你喜欢的话可以下去，但是车是不能开下去的，下面打了桩的。人可以下去玩一玩。我们现在在辉腾西乐的景区门口，但是门口还没有进停车场，离停车场差不多还有200米。我刚刚我走进去看了一下，拿了几个宣传图册。门票多少来着？门票是70块钱，不包含区间车。区间车多少钱？它套票卖套票，套票是193块钱，然后就是套票193，门票才七十。不，全部加起来，单门票170，单门票70块钱。啊，进去玩都买套票、OK， 都进去看就知道了。然后我们先进去停车，停到里面进去，停车场那边比较方便一点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对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景区里面。对，还没进去啊。这只是在景区的路边呢，看到没？那边里面是景区，然后这边还是在路边，这里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了。我觉得这里就很美。哎呀，我要把它往前拉一点。陈阳，看一下在拍的吗？在拍呢。是不是有上面有没有线？1、2、3、4、5。有啊。OK， 不要动它。把你叫了。陈阳飞个无人机啊，然后今天我来干啥来着？我来掌舵。别滑了，左边是。左边是啥？右边有吗？你开慢点，往后倒一点。手刹没吗？上一次他放无人机的时候贴了大概有200米，今天大概也有1公里吧，从对面开过来的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是从哪里开过来的。我是对面那个小房子，有个房子那边，我们刚刚车停在那里，然后沿着这1公里，有没有1公里啊？1公里应该是有的。我觉得开房车很简单，下次我来开吧。它就是宽了一点，有点会车的时候很害怕。先把车停在停车场。还有王爷粘包嘞，是不是？去住这个毡房就能享受王爷的待遇，还可以给你派几个爱妃。他这里面有酒店、毡房，还有演出，还有很多很多的餐饮，而且价格都还不贵。点了一份臭豆腐，因为晚上我们不吃晚饭嘛，中午而且又吃了
我们现在晚上是不吃的，但是我们中午一定要摄入那种肉食的这种热量的，所以晚上看到人家吃嘴臭豆腐有点嘴馋。这边还有那后面全是小吃，各种各样大餐小餐啊，大餐零食奶茶啤酒，还有那种很多包房都有。是，臭豆腐16块一份，还好不算贵。问了一下这个票啊，它的门票是90块钱，然后它有一个套票195跟215的，中间是包含了什么索道啊、小火车啊、还有区间车啊等一些项目吧。如果你就是买90块钱的门票进去，你也可以单独，比如说你要这个点去，它有很多个一个一个点嘛，你要去这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，想坐区间车，那你再买票，你不想的话，你也可以走。全程景区的话是有16公里，但是因为今天呢，现在我们比较晚了，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，看看明天。他说最佳的时间是9点多进去，90点，因为早的话八点多就开门，但是太冷了，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，看看明天。要不要进去？对吧，这边还挺热闹的，走吧，回车里。晚上有篝火晚会啊，这里。对。还不错哦。现在外面那边开启了篝火晚会，陈阳早都已经洗好了，他现在要去看篝火晚会。我也感受了氛围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氛围。主要是太晚了，我们以为他不开始，他10点钟才开始。对，我4点开始，他几点？10点才开始，在这么晚。现在已经10点多了。哎，好亮，10:18，我看到了。对 ，OK。去，我得换个衣服，我就睡衣，换上我的衣服。还要换衣服？你直接披个外套就去就好了。不，我们必须感受氛围，就要穿正式。那你是要去？你去要蹦迪是吗？没有，感受一下。这个作人。